籍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今天一早呢，是两个人合体了来到新北帮这个李正浩来站台，而且呢对决的就是郑韩军、邱风尧。不过郭台铭呢近来其实也频频跟国民党站在一起，包含像是昨天晚上呢就来这个台中来替这个杨琼英站台辅选，不过其中引发了失言风波，是怒轰这个洪慈庸呢是只顾结婚生小孩。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最新说法。大家把这个误会，这个我讲昨天在那讲话意思，那个我认为我对那女性啊是一向最尊重的，尤其对女性啊，我只是说像我们这个刘幼彤啊、蔡俊宇他们都是三个孩子的妈妈，他们能够两者兼顾，那不会是啊这个，所以我想这是啊，我想大家对这个事情啊有点这个误导。从一浮选的时候呢，这样子脱口而出的讲法，其实说哀鸿啊，根本就是歧视女性。而且呢，旁边包含是杨琼英，包含之前在九合一大选的时候高喊妈妈市长的卢秀燕也在同台哦。所以呢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郭台铭是解释说，他一向最尊重女性了，他没有歧视的意识，而是说呢，这个洪慈庸没有两者兼顾。但是这样子的失言呢，其实也引发讨论，而且也哀鸿根本就没有替选情加分。